继续关心高雄市政的重大建设，市议员何群峰盘点包括轻轨二阶争议路段的下一步决策，以及攸关推动高雄市教育计划的发展基金都面临不足等议题，希望在总质询中督促市府加强重视，尤其是打造高雄市成为不怕淹水的海绵城市，才能够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。针对通过前瞻预算设置的教育发展基金，由原来的12亿，现在只剩下3亿多，是否造成相关教育计划推动的困难？市议员何群峰忧心，接下来的双基政策还有重大计划会因为经费不足受到阻碍。尤其是双基的计划，其实双基的计划整个高雄市要完成，要花20几亿，那到今年底为止，其实做了一半哦，也花了十几亿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花了十几亿之后。教育发展基金只剩下3亿，对未来光双基计划还要10几亿，那3亿是远远不足的。前瞻二期里面，教育部针对全台湾的国中小，他们也框内了应该是300多亿的这个，包括电力设施的改善，以及装设冷气机，能够依注到我们高雄市，让我们的这一个负担能够减轻，我觉得。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再去争取的一个地方。议员也进一步针对灯亮、路平、水沟通等基础建设进行探讨，认为这些都是市政延续照顾民众生活的基础工程，希望市府继续努力用心，将高雄打造成一座不怕淹水的海绵城市。目前有15个滞洪池，蓄水的滞洪量有300多万吨，那在三民区也有6、7个滞洪池，蓄水量高达42万吨。平常其实。滞洪池有达到休憩的功能，那在大水来临的时候，它其实也有防洪的这样子很大的效果。那所以高雄市作为全台湾海绵城市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指标，其实我们可以期待高雄市未来针对这个部分再多做更大的努力。面对议员关心基层防洪排水建设，代理市长杨明洲强调，市政的延续性除了经费花在刀口上，这些与人民生活安全息息相关的建设脚步不会停。记者金宪忠、黄兰君高雄报道。